下列有关 Sigma 键及拍键的叙述何者错误 ？A. Sigma 键可由原子轨域或混成轨域沿着两原子和间轴的方向重叠结合而成，这是正确的。B. 拍键可由两个 P 轨域平行重叠而成，在核间轴上的电子密度为零，这是正确的。C. Sigma 键存在单键或多键中，而拍键仅能存在于多键中，这也是正确的。猪，此分子当中有十个 Sigma 键及两个拍键。好，那我们将猪的结构再重新画一次，将所有原子跟原子之间的键呢，都把它标示出来。若将猪的这个分子当中原子跟原子的每一根键都标示出来之后，那我们就可以计算 Sigma 键以及拍键有多少个了。所有的单键呢都是 Sigma 键，所以 Sigma 键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那双键当中其中有一根为 Sigma 键，所以 Sigma 键呢应该有11个。那拍键则存在于多键当中，双键里面的其中一根为 Sigma， 那另外一根呢则为拍，所以拍键呢有一个。所以猪选项当中应该是有11个 Sigma 以及一个拍，猪选项是错误的。